输了啊，看比赛，看个锤子的鱼吧，他比赛不比鱼吧好看，比赛好看，比赛好看，嗯，开什么玩笑，真的是。Crazy Horse Show 挺好看的，但是这差距有点大呀。差多少？111啊！不懂啊，不认识，不认识，真不认识。谢谢谢谢。好的，兄弟们，看一下第一把比赛，这边一个 WCW 接点飘，好的，再来一个顺侧的断空标。哇，这什么路线啊！哇，我靠！看下面一个弯道，这阿尼也没有大失误，就是路线的一个失误。好，提前下加速带，啊，提前下这个阶梯，好的，是没问题的，细节也很好，但是并没有拉近。但是的话，成绩还是0.3秒。是。现在那个 ECU build 的点，大家路线选择越来越极限了。是。当极限成为常态的话，对应的失误率也确实高。完了，完了，中出了，完了，完了，这下没了，那没了，给到这个失误给林青。林青的话不会一分14了。也需要再做调整。关键后边这是。39.73，林青要38了呀。这个特性真的要真14了呀，14了呀，兄弟们！但是还是被拉。哎，38.77啊！现在没什么最新。啊！多少？7秒了。多少，兄弟们？完美。WCW， 我靠！啊！速度叠加的最快。看这边的跑法选择。顺车。流喷，最后做 WCW。叠上了。速度没有出问题。最后看一下冲线时间。敏敏威。哇！记录当天被破，当天就要拿回。我三个字可以标出来了，就是有点粗。玩你妈！确实，恐怖。这不是玩你妈吗？他妈这打个屁啊！恐怖如斯。记录14.8，那就是比。虽然我知道这样有点粗鲁，但是我只想说三个字：玩你妈！你妈！玩你妈！能顶一会啊？真不好顶啊！怎么一上来状态确实这么好的？鼻子大就是牛皮，刚刚不是说抹鼻油吗？啊、哦，鼻子大，啊、哦，安妮鼻子小，安妮鼻子小，嗯、安妮鼻子也不小，啊、哦，也不小。我刚刚看不出来啊，嗯、真的手感是丝毫没有冷却掉，是，还是保持了。举报一手说话太干净了。刚才说抹鼻油嘛，鼻子大鼻油多嘛，操作丝滑，有没有？还没回，怎么不回我呢？你让这个兄弟这等这么久，快点快点，赶紧的！再往那个方向努力了，新纪录，还是拿了个杯的，真的是天宫寻梦，印上了熟悉的 ID， 狼队宁青。我原籍都不一定有时候跑得过，跑得了四十六，真的呀，真不一定跑得过。对的，那就等级重新啊。啊，对的是吧？收款码，收款码135级，135乘以2等于多少？270。ZV 拉270，跟他说一下收款码。我是收款码。对，有点苦涩啊，笑的。是，你也感觉到了吗？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嗯。微信要保存。这张再发。宁青、阿生、敏敏，三位霸王。OK， 这个人很清楚，直接给他转。可以。阿姨的话，一分是7.72啊，就是270，直接转了给摄像头看一下。这个兄弟，你给可以有那个有时间可以发个鱼吧。过去了，过去了，查收一下，查收一下。等一下打到了最精彩的时候，我们再开第三波。对，再开第三波。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兄弟们效率很高啊，对，很积极，发了3次，零了2次，都是有。昨天晚上全都没有，嗯、人麻了，真的是脸都黑了，我快要。实力越快是吧？之前空港。亚洲杯空港一分16.2，啊，26.2，也是跟着阿尼一起跑。吓我一跳！安妮这样出去东西，到16秒的三一小啊，冰波三一小非常快。亚特兰蒂斯飞驰弯道啊，这张图选的好，直接把支撑环也给封住了。是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哈雷特吗？为了练我们的赛制，赤城红叶现在可以用其他机甲跑了。哈雷特得练，那肯定得练。对。完了，这波的话，但是不要慌，阿迪这张图实烂很快。哎，你已经脱票了，那有机会了哦。还是要看前面这个点。哎，这里会不会闪死角的？前面这个点。哎，阿迪很聪明啊，很聪明，很聪明，这波很聪明。常用发来价值死一次高能弹幕，马哥，你仔细看一下鱼吧，有俩饭桶，俩赛鱼。待会再看啊，待会再看啊。比赛的时候先不要发高能弹幕了。其实阿尼从上赛季末好，阿尼还有一个 ECU 的，还有 ECU， 还有两个 ECU 的，他一开始没放啊。对，
阿妮这张图确实林青都打不过，林青这边啊想要直接被阿妮屁股直接顶，这把的话一比一了，因为这样的话阿妮的话完全可以求稳，那个 ECU 他射的可以非常稳，牙车先压一下再射进去，对吧？再来个甩尾，阿迪就是不 build 啊，就不 build。哎，我这地方我 build 完了之后，哎，顺着哇，好极限，兄弟们，这一波直接零点六秒，一个甩尾，一个顺侧，快速的出弯，顺侧，再来一个顺侧 WCWW， 310的速度直接过来 ，CW 压车，顺侧的漂移，好，再单喷的延续，再来个甩尾的，这要放 ECU 了，大脱节，放 ECU 吗？这地方不用放，不用放，不用放啊。哎，也行，哎，好难受啊！这样你别说，这林青也是真的是，真的是硬啊，追得快，追的是真快啊！这怎么一下就追上来了呀？这零点六一下变零点，一下哎，什么时候追上来的？就一个弹射，啥时候追上来的？哎，啥时候追上来的？对，是因为你进入到第二圈之后，我操，啥时候追上来的？按理不是第二个亿啊。第二圈那个 ECU 点，那突围失误。哇，幸好一个 ECU 啊，不然没了。真的，还好一个 ECU， 要不然没了。嗯，你要这么算的话，差不多吧？就 ECU 开始之前那个弯，然后第二个弯直接这咋追上来的？反超了，因为原本是0.7左右。啊，你好像就那个拉脱节脱肥了。他有点快。脱肥了就被追上来。林青应该是弹起来了。失误了的话，就是跳起来了，跳起来是最好脱节的嘛。啊，应该跳起来了，阿尼没跳起来。就完美路线。对，完美路线，跳起来完美路线，直接钻过去了。好的，兄弟们，鱼八到底有什么？鱼八到底有什么？啊，这个，小哥撤撤！哎，怎么还有横国？哎，挺帅的，挺帅。这里面好像就你比较丑，就比什么就我比较，哎，怎么就我比较丑啊？你看吧，是不是？你看这个人的面相啊，这个人的面相，这个人面相，你看你就你这么呆哦，那时候比较那个，就你这么呆。哎呦，我操，这啥时候的啦？好久了，应该是两三。这么一看，这小红这个饭桶他妈长得还挺帅，怪不得发型问题，赚不得换妹妹换这么快。哦是啊，换妹妹换。他上次在吃火锅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他不知道谈了多少个了吗已经。他那个笨笨，那他老婆应该不，老婆应该不在我直播间啊，应该不看我直播的，应该不看。咱们说一下没关系吧，说一下没关系。也能开，但是这就当我开玩笑了。这谎言就是个弟弟，还是在你直播间？把谎言在我直播间啊，他发了个问号，问号还要不要正常问，还倒着问，倒着问，我直播间6000个人了啊，6000个人啊，我都没注意。7000个人，咱们开奖，7000个人，7000个人，最后一波 ，OK， 兄弟分享一下直播间，马上7000了，分享一下直播间，马上7000个人了啊，马上7000个人了。我感觉阿妮这里是犹豫了，她飘肥，想又想放一休，又不想放，她放了撞左边墙。幸亏有你。下一手选择到的是宁青，选择西湖。西湖，看看车，红车赛道，玄月，两个人都是玄月啊，玄月加龙，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配置，玄月现在比永业快，肯定比永业快，毕竟这个车也是一个以极限速度为主的一个车，啊，它的漂移甚至还比较差，但它的转向又比较好，所以就补回来了嘛。1.97的漂移可以说是比较下水道了。嗯，上路起步，看第一个弯有没有对抗。哦，你已经出去了。阿妮有一个侧身没喷啊，那这样的话难搞了呀。你看青这张图很快呀，起步有点慢了，有点5秒。但这张图路线赛道是能够在后置位有比较明显的后追效果的，就是不能出失误。延续下来，落地 ECU， 320，0.4了，转过来。WCW， 一般情况下，点飘那个转向点后置位都会比前面。啊，你没失误也没拉近啊！我操，极限一些，看前面的路。对。哦 ，WCW， 永业的话这边就没有办法 WCW， 或者说很慢，因为他那个延不到这么远。对，晚点放你会掉下去啊！晚点放会掉，0.4还是有0.4。哇，这么极限的路线还是没有拉近。这宁青要跑12啊！12了。断空没断出来啊！12了。0.3到0.4了，这个单圈不12。宁青在前面也有调整。37.22了。12了。还
12.8，我猜的，我对这张图玄月没有感，没有任何理解，我也没有理解，没有理解，12.8，12.9，10，哎，12.2，12.9，啊！2秒33，王图还是王图啊？西湖，妈，我是小丑，我也是小丑，我是小丑，真的挺难。12.3是什么成绩啊？感觉我确实没有玩过玄月这张图，不知道玄月很有多快。机甲09、08确实08差不多吧，09，但是玄月的话差太远了嘛，咱们也没概念了。对，玄月02是什么？12是什么概念？把老王图好像又捡起来了，提升了一点。我们两个对这辆车没有概念了，因为我们现在跟职业选手很多时候那些车完全都玩的都不一样。永夜最多也跑12。机甲现在实战是09，嗯啊09最快。然后就个人嘛，上次我跟阿森跑，他妈的实战跑了个09，把老子给打傻了，我操你妈这个大爷的，下次妈直接干死了。玄月的话，就换算一下，永夜之前13都很快了，不带龙的情况下，对，不带龙，不带龙林青他自己可以跑13，带个龙可能他都差不多可以跑13小甚至12大。哦，他之前小黑都12大，小黑12大计时嘛，对，带龙的话实战要是极限一点，13小肯定有，对，肯定有。啊，然后这又出了一首 solo 的西湖，你来一把，老子他妈的20，知道吧？也不影响我在这里口嗨。我知道他们想让你出丑，就想让我出丑啊！真的是他妈一个两个的，没安好心。其实这一张图是他职业生涯。然后你没跑出来，他们说不如什么？不如二线选手。啊、已经摸清他们套路了。摸清楚直播间谁有的套路了。啊我跑出来的就是陌生，陌生没跑出来就是不如二线选手。那么这帮人心里面装的是哪条虫，我都看出来了。对，就很难限制。从图出发也可以。亚特这个图也算是针对嘛？亚特这个图其实也算是 E-Star 多年以来的国服疫苗水平。对。国服疫苗水平就是很快的，西湖国服是09，哎，反正不要管 A 色应该是 A 色是11.0，哦，11.0是不是？还是10啊？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之前我裁决者带小黑，远古时期是11.99，迭代了这么多个版本以后，应该到11.0了，甚至到10了。但是11.0也是流火跑出来的，玄月没那么快。哦，你看现在多少了？现在多少人了？怎么这人越来越多了？怎么是人越来越多了？啊，6700个人了，兄弟们，还有300个人我开奖啊，还有300个人。所以说点清的也是个人完全会提前人，还有300个人我就开直播间，今天晚上最后一波抽奖。嗯，还没有参与的兄弟们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参与。嗯，先把这场比赛给看了。来，桃子恋歌啊，桃粉恋歌不就桃子恋歌吗？桃子恋歌大家都知道它是粉车嘛。嗯，桃子恋歌啊，桃子恋歌两边都是桃子恋歌。这个车是专门为两张星图啊，设计也不叫设计吧，就是感觉比较适配两个起步，对不对？啊，好的，一个顺车的起步，直接平跑下去，挤一下第一个弯的路线。林青这边直接被卡了一个甩尾，好顺车，哇，这么极限，他不真不怕掉。好的，轻甩过来以后，极限的两下延续，再来个甩尾压刹车，主 WCW 顺车的单喷直接延续，再来个小飘双喷，终极求稳。这个地方见真章，看这个点吧，拼细节了。两个人细节都不好，这个弯两个人细节都不好。这里开 ECU 的话，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细节。这边来个轻甩，好，三管氮气的跑法，好，变成两管氮气，提前下加速带，这个是个小细节。直接开氮气，林青这边只有单喷吗？好像只有单喷，但这边的话双喷组出来，一个瞬间的一个摁拐，好像拐进了是吧？哇，这个路线完美，外切内的时候快速出弯，这个弯是这张图最大的一个难点。下来以后，林青直接拉近距离到0.2，一个弹射没有出，快速的出弯吗？没有，直接用一手进阶，路线崩了，阿妮这把2-2了，因为接下来已经没有什么失误点了，最后一个大失误点就在这个弹射，这个弹射非常吃路线，这个拐弯不要撞左边，没有。撞左边，再来个甩尾的轻甩，这个车0.72的小分，完完全全可以延续上，没问题。六下、七下、八下、九下 ，WCW 直接重新开启氮气，再断单 CW 顺车的快速出弯，林青追的非常快，甩尾的漂移，顺车的单分没有用，顺车直接一次直接撞，1:30，哇，快，落地开 E， 对，啊，这
这边快，快，真快，快，其实真的快，顶不太。这个车实战跑1:30可以了，对，差不多2:9了，对。现在记录哈雷特也才2:9大，2:9.9。对呀、啊，嗯，哈雷特一把可能实战也就2:8，嗯，不失误的情况下一把就2:8，终极极限2:7。哎，这张图你发现没有？哈雷特的实战跟计时差不多，对，真的差不多。我一把跑出来的成绩经常和我刷很久差不多，我刷贼久才刷到27.2嘛。嗯，我的哈雷特经常一把2:7，对不对？这张图很奇怪，你觉得它很难，但是它实战跟计时差不多。反正这么说吧，桃粉练哥跑29是很牛逼，对，跑30是已经是很优秀了，对吧？跑29可能就相当于刚刚什么天空寻梦1:14大这种成绩啊，差不多，对不对？宁青有机会，都跟他挺近。这个，宁青这张图吧也是比较考验，而且这张图现在改了，他一开始蹭不到分了，蹭不到了，跑得快更难了。对，所以现在这个成绩跑出来比原来的含金量要高。嗯，原来是给蹭喷的嘛，蹭喷了以后就会快很多嘛，快个0.2至少是有的，啊。只能说是两个人在对方的选图里边给到的失误程度是不一样的。别说话，让我安静的看，太吵了。那你为什么来看我啊？只能是这样。你来看我的解说，你让我不要说话，那肯定啊，要说。知不知道什么叫专业解说啊？对啊，两个专业解说，两个专业解说，特别是我一线的解说，我也是一线，二线的解说，我是二线解说，这两个不是在屏幕里面的是三线和四线的解说，啊，不是，我又是一线又是二线，你又是一线，为什么？因为我上过那个台。哦，你上过那里，所以你是二线解说啊？我是一线又是二线，你上过那里，所以你是二线，你来我直播间，你就是一线解说啊，对不对？那我们两个一线解说，解说专业的比赛，是不是才是最好看的？结果到直播间谁有他妈有些人发弹幕叫我们两个不要说话，那显然是不可能的，那肯定不可能的。哎，直播间马上7000个人了，马上7000个人了，兄弟们，上7000个人直接开，直接开，不要让我今天晚上抽奖都发不出去。我说了7000个人发抽奖，对，7000个人发抽奖，可以啊，7000个人没到的话，我今天晚上不发了，不发了。直接欠着明天发哦，欠着明天发，明天晚上还有 ISG 打 UP 啊，对哦，还有 ISG 打 RW 对吧？直接发试播一样的，嗯，对，直接发试播。对，持续的话，有一张我们是18线观众，没有啊，没有一线观众，一线观众，一线观众，毕竟你在一线的直播，在一线的直播间自然是一线观众啊，对不对？嗯，一线，嗯，而且金华东路。那个地方蹭喷现在需要很小角度，很小的角度都有可能掉，你不如别蹭，你冒着100%的风，99%的风险去掉，去蹭着1%的好处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一掉，然后一掉就没了嘛，一掉没带气，准备平跑啊，准备平跑，平跑到下一个弯，下个弯是个大长直道，嗯，根本就过不去。好的，兄弟们，首钢员极限的实战在1:33，优秀的实战在1:34，对吧？说的没错吧？嗯，就看起步。嗯，哇，阿尼这波，林青这波吃小亏了啊！林青这波吃小亏了，但是基本上没有吃什么亏啊，吃了一波小亏。这波看看这个地方的顶，哇，但是林青这个路线可能要直接快出了。哎，没有拉近切，直接顶出来。好的，这一把的话，两个人应该都没有33了啊，33肯定是没有了的。一个顺侧断空腰，后面有点先顶，直接把林青顶掉。哇，这个对抗。晚飘一再一手极限的 U 甩，把角度直接给拉回来，把林青的 U 甩给顶脱，节奏直接乱，直接节奏直接乱，林青氮气也没了。现在林青直接落后1秒钟，一秒钟对于守望员是什么距离？你直接说。不可后追距离。完了，怎么还要说？专业解说已经可以开始下判断了。WCW 一个顺侧的快速出弯，好的，325.6的速度，再来一个弹射甩尾，重新断弹，慢中出150的速度，这个弯慢了20码的出弯，没关系，因为前面是序列未来，而且序列没有宠物了，前面是没有宠物，序列未来这张图带的是起步宠，但是龙也快要尾了，但是猴子后期有加速的一个优势 ，WCWW 这个地方是，哦，这个序列确实极限，有一说一，确实极限，暴力入弯，转向，这个弯转向转的非常好，出弯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这两个东西可以说是不可兼得的，林青追的非常快，直接1.0追到0.4，这他妈怎么追的？顺车好。路线，哦，这个没追到，刚刚追到的。我说的是他刚刚追到的。我这个系列的直线点飘 ，W C W 能不能撑？35.4，35.4。你看直播间多少人了？现在直播间7181个人，兄弟们，开，开，开！抽奖，最后一波抽奖，兄弟们。
来了，这就是这张图在选择出来之后，7000个人了，凭什么不开？凭什么不开？马上我就万人了，马上就万人了，万人今天有点难，嗯，可能要是什么季后赛的半决赛啊，铁定万人，铁定万人啊，铁定万人。对，好了，兄弟们啊，星梦啊，趁这场比赛还没有到下一场，我跟各位兄弟们说一下今天直播间的三波抽奖的最后一波怎么参与，跟刚刚的两波是一样的。首先，我刚刚开启了这个直播间的弹幕抽奖，你们所有在斗鱼里面的用户，在我直播间的用户就会自动弹出来一个抽奖，点击一键参与就好了。特别是手机，很明显的，电脑端的话看一下左下角。然后，如果你没有弹出来的话，你退出我的直播间，再点进来一定可以给弹出来。点击了一键参与以后，就算你已经参与了，前提只需要你关注我。关注我很简单嘛，对不对？想必现在直播间的各位应该都是关注我了的。然后，具体怎么参与呢？听我把话说完。我的脑壳上方有一个公众号叫火锅电竞，对，火锅电竞，这个火锅电竞是咱们抽奖的一个赞助的游戏厂商、嗯、你直接微信搜索一下这个火锅电竞，关注了他以后回复老马两个字，老马嘛，这两个字大家都会打、嗯、回复了之后他会弹出一个游戏的链接，点进去以后是一款叫元尊传的手游啊，这款手游无需要下载 APP， 直接在里面玩。进去之后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去的话，创建好角色在主界面待一下，然后把主界面的截图咔嚓一下，一秒钟直接截给我，左上角显示出你的等级，中间显示出你的 ID 就够了，对吧？无论你是多少级都没关系。然后还有一张截图是什么截图？刚刚你回复老马两个字的时候那个聊天框嘛，把它截下来让我看到你回复老马就行了。这两张截图准备好存下来，存到手机里面等待我直播间开奖。如果抽中了您，我会马上回关，回关你之后你就可以给我发这两张截图了，一分钟之内我计时你给我发过来，在这一分钟之内如果给我发过来的话，我直接当场 V 你游戏内的等级乘以2的现金奖励，说得很清楚了吧，就是这个流程，简单的流程。同时这个抽奖我们直播间每天都在搞，不光是今天晚上搞，明天晚上也搞。这两张截图你截了你存在手机里面，明天晚上再拿来我直播间抽，对吧？也是一样的。好了，双王图，双王图，这张图宁清1分28，阿力1分29，嗯，好了，抽奖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直播间自己自动参与。我们下一把最精彩的比赛马上来了，两个人都是带的序列未来加浴火龙息、嗯、都是可以跑出一，妈的这傻逼鼠标突然没电了，我操，我这人都拉不回来了。但是这张图也是一张纯纯的路线图啊，哎，脱离环城好像也是这赛季第一次上场吧，来看一下看 谁能抽出去，点飘甩尾顺车快速出弯、啊、W 是 W， 哎呦连带了一手，好好，这手调整可以，没有直接被连带，哎，宁青直接脱飘 了，宁青直接脱飘，但宁青出弯非常快，开启 ECU， 好的 WCWW 过来啊，你完了，没有 ECU 了呀，啊，你这 ECU 直接这个弯一失误就是直接一失没得调整，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形容的这个弯，知道吗？他一旦失误了，后面直接没有任何的 ECU 的加持，以及序列未来氮气时长的几个小分加持，哇，能不能延上？能不能延上？啊，没延上可以，延上没关系，没延上，如果别的失误一个都没有，还可以跑29，但他这把有失误了，应该是30往上的，47.02，1分30到1分31，1分30到1分31，顺车的单分，再来个甩尾，轻甩过来，阿尼落后了1.5秒，看看第二个有机会，第二个 ECU 如果阿尼完美放，宁青没延上的话就有机会，嗯，完美，前提是完美的情况下，看看宁青 WCW 过来点飘，没有用点飘，直接求稳，顺车的断空飘下来，完美的路线，再来个断空飘落地接顺车，我操，这个路线我直接贴着左边来，好，重新直接延续342的速度，350的速度，直接延到底，直接延到底，最关键的一个弯啊，还是延不上，还是延不上啊，现在证明这个地方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弯这里延上了，这地方又没延上啊，30大了，31大了，31中，那只能说是你们也看得到啊，这个图我们之前也在跑，对，跑法这张图跑法其实是最难的，对，它的跑法是所有里面的所有需要做好的地方的是最难做的、嗯、对吧，细节反倒是次要的，这张图首先你要把这个跑法给做出来，一直延续到终点才能获得一个最快的一个直线速度，如果你但凡中间一段你刚刚所有空喷叠加的小分速度全部没了，重新开始，所以这张图啊其实目前来说是最难使用出完全跑法的一张三星图，它难过龙金湖，
龙金湖的完全跑法是可以用出来的，但这个图几乎是用不出来的。开奖了，兄弟们，还有五秒钟开奖，五秒钟，有2000个兄弟参与啊，这次参与人特别多啊，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兄弟被抬走，好吧？来看一下，来开奖，看一下是谁啊？恭喜一直在进步的，恭喜一直在进，我看一下他的完整 ID 是什么啊？我看他的完整 ID 是什么？好，开奖了，兄弟们，开奖了。一直在进步的菜花，菜花，好，你准备开始计时，我现在马上回关他，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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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个4-4是不是有点遗憾？好了，开始计时，我已经回关你了，已经回关你了，并且我开始一分钟的计时，你在一分钟把刚刚我跟大家详细说的那两张截图直接发到我这个聊天跟你聊天这个地方，马上直接转你，好吧？毫不犹豫直接转你。这场比赛没有办法凸显我们的赛制改观，不要在直播间打黑幕啊！打黑幕的这些兄弟想必是对中奖非常的渴望，但是并没有中，对，没关系，没有中你怎么办呢？你可以明天再带着截图、啊、来我直播间参与。今天晚上对吧？明天是什么？上班的时候对吧？摸鱼玩玩这个游戏，把这游戏等级升一下，等级不高了吗？等级高再截一张图，你等级就高了。你乘二的话更高，对不对？每天都可以来我直播间参与啊，兄弟们啊，每天都可以来我直播间。这个兄弟有点悬了，还有20秒钟了，要是再没有截图的话就被抬走了。欧心沥血，对，呕心沥血。还有10秒钟，还有10秒钟，他两张截图一张都没发过来，没见过，真没见过。对呀，你见过。还有5秒钟，应该是没了，应该是没了。这个兄弟应该是抬走了，应该是抬走了。那这样的话，又要重新发了，重新发啊！他这个人啊，还没有给我发，没有给我发任何的东西。那我们只能重新发了，只能重新发了啊，只能重新发了。好了，兄弟们，继续。规则我就不多说了，每次发，每次抽奖说一遍规则，太烦人了，对不对？直接看比赛，看比赛，你们自己参与啊！抽奖刚已经跟你们说完了，自己参与啊，我就不多说了。哇，我就不多说了。这一把的话，用的是云一梦青花哈雷特，刚刚零清2v2竞速，10战1分07，带15。就看谁这个假期学习的更好一点。10战1分07，带15，什么概念？两个字，离谱。离谱。那这张图，宁青已经跑了个07了。好的，这边一个顺车啊，你又卡住了。快呀！是的。你不要觉得宁青这张图厉害，这张图要是想求稳很简单。虽然这张图弹射多，但是这张图的弹射感觉都挺好做的。两个选手的路线细节。好，这个地方起漂点，起漂点，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再来个甩尾。我感觉宁青这把很拖，刚刚一开始拖两下。对。宁青的弹射总感觉是比较偏极限的 ，WC W 好的，这个地方跑法做出来了，顺侧，好开启 ECU， 好像要追进了，要追进了 ，WC W 直接，不弹不弹，肯定不弹，因为这个弯是所有弯最难弹射的啊，阿尼拖了，阿尼拖了，但是阿尼想快，哎呀，蹭一下脚再顶一下，先顶后，但是没有顶到这边，又这个地方还想顶吗？别顶了，这个地方别顶了，等一下再顶，等一下是可以顶的，这个弯是可以顶的，这个弯直接冲。落点以后好了，哇！不行，这个地方不行，四比三，越来越远，还是有点小急啊。顺断空下，哎，你得直接钻内线，剩下两个弹射点，最后一个弯我小飘都赢了，小飘都赢了，哇！完成了冲线，阿尼，阿尼牛逼，阿尼牛逼。不过说实话，宁青这波失误太低级了，太低级了。卡硬直了嘛，顺侧没滑出来。宁青，我跟你们分析一下，宁青点漂移的习惯是点按，顺侧必须要长按漂移键，就导致他没办法。只要每次做顺侧这个操作，他都是改变自己的漂移习惯，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他因为搞跑了这么久习惯了嘛，但是因为他点的很轻，漂移键点的很轻，点的很短。为什么会卡硬直？顺侧是左滑右再滑左嘛，左滑右以后再滑到左边之前。就最后滑到左边之前，你一定不能松漂移键，松了就卡硬直，就变成顺侧的轻漂，对吧？所以刚刚林青那个硬直应该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那就可能是没按到，没按到漂移，漂移按着按着没了，或者是按了刹车，就漂移滑刹车嘛，滑早了。对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的话，这样的话晒点了，兄弟们。阿尼今天晚上可圈可点这表现。本来我觉得宁青打阿尼，阿尼打宁青可能胜算不足30%，但是现在我觉得至少有80%。已经拿到赛点，已经拿到赛点了，还有一把。想拿下，有没有鏖战？我觉得有鏖战。因为你想要拿下宁青一分也挺难的。确实挺难的，刚刚是宁青主动失误，而且宁青一开始给了两个大头，还没冲出来，没冲出来，还追上去的，所以给阿妮还有一段路要走啊。对，
同时我们直播间的弹幕抽奖还有一分44秒钟结束，在他们下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可能就结束了，嗯啊，所以还没有参与直播间弹幕抽奖的兄弟们可以啊花一点点时间准备我脑壳上方的这个公众号游戏里的两张截图，游戏一张截图，公众号回复老马一张截图，对吧？两张截图准备好存在自己手机里面，以后每天晚上都可以来我直播间参与抽奖，好吧？多的就不多说了，还有一分钟开奖，同时我们期待晚上说不定是最后的一场比赛，也可能是鏖战的开始，也有可能是最后的一场比赛，就看最后一把林青选择一手什么样的地图了。现在星梦游乐园还没打，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应该会是星梦游乐园。对，而且就算阿妮拿机甲，流火也能刚。对呀，啊，他刚刚要是跑13的话，机甲不一定跑得过。他俩搭的图就不搭嘎，基本上没有办法直接抢起机甲。对，这个点看一下啊，阿妮是没弹出来，有这个点想要直接小飘去上对抗，然后先顶后弹，都是通过快出救回来的，然后这个点才危险。对，掉喷了，其实还是掉喷了，掉了。对，但是宁青接下来，这个点飘。感谢超级秃马护送出的一张半卡。感谢逆天光头秃驴小马子送出的一张办卡，看看这张啊，还是流火，因为流火现在跟机甲实战的话会差不多，啊，就是可能对于职业选手的练度，尤其是对于职业选手，所以他们可能不会直接上机甲。我觉得可能要颠了。阿妮的话可能也不太想上。阿妮这张图，阿妮也不太想上。16:4，十秒钟开奖了，开奖了，兄弟们啊！我们先看完，我们不急，我们等一下。没事，我就等着，我在这个界面等着就好，先看。哎呦，什么情况啊？我第一个头他就直接那啥了是吧？没事，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过后第一过山车下来，哇，果然路线真的好，两个人路线的能够拉近一些距离，而且在后面的速度凝结。哇，这个外线的要卡了，要卡了，要卡了，哇，这就卡住了。哦，实现了反杀。阿妮，你甘心吗？一个外线内上来一对抗直接死。这张图阿妮在后还能瞄一瞄。哎，但是宁青路线崩了，宁青路线崩了。啊，有机会。哎，阿妮这个点票太拖了，太拖了。打，哎。好，恭喜这个预言猫猫头啊！恭喜这个预言猫猫头，开始计时，其实已经给他一段时间，已经给他一段时间了，已经给。哎，别别别别，复位，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反超了。现在才关注，现在才开始啊！不要记早了。好，现在才开始。那这一把的话，应该是啊，秒发就要颠了。先看比赛，看秒发的。看前面点飘 WCWA 李鑫的影子。好。核对一下，稍等一下，核对一下。核对一下，这把的话，阿妮是没有机会了。恭喜，林青直接把比赛拖到鏖战，还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直接拖到鏖战。叫这个兄弟稍等一下，我们去游戏核对一下啊，核对一下是不是在我这里关注的啊？哇，人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了。4-4，还是在这。明天晚上想必人也会很多，明天晚上也是精彩的比赛，确实。今天早些时候的第一场比赛可能没什么营养，第二场比赛还是挺精彩的。对，虽然具体是哪个方面的精彩。我们就暂不评价，但是今天晚上第三场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精彩，确实精彩。明天第一场、第二场，我可能会割一两场，但是明天第三场一定到啊，一定到。明天第二场应该就来了，就跟今天晚上一样嘛，也是第二场来，明天应该也是第二场。明天第一场的话，是吗？这个叫打个亚，瑞是吧？亚亚特是吧？直接来一手亚特，他在接打，给你来一手花蕊，车不刷嘛，现在只有两元级，对啊。那我觉得啊，你像这看完觉得呢？玩赛道，我们真不好办，看情况吧。嗯，对吧？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样子吧，差不多，是差不多这个点。老马纸套在哪里买？左边淘宝店啊，老马妙妙屋啊，左边淘宝店老马妙妙屋，纸套和平板支架都在里面。啊，买卖账号的话，账号在那个左边的脱坑入坑群啊，671620718，除了飞车手游啊，端游各种热门游戏都有，买号卖号都有啊。如果不买不卖的话，也可以进去了解一下行情，总没有错的，对吧？少被别人骗，对不对？稍等一下，这兄弟们，稍等，让他稍等，让他稍等。这我听过很多对我的安抚，又是当时我腿受伤了，确实什么的，都说你嗓子别哑就行。哎，也是。浑身上下现在就对于这个工作来讲，最值钱就是嗓子卡了，呜呜呜，卡了就卡了吧，还呜呜呜，卡
好莱坞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打呜呜了。为什么？我直播间不90%女粉吗？啊啊！只有女孩子才会发呜呜的嘛。卖萌，除了还有除了八八二，八八二也会发，八八二也会发啊。这个图宁青确实是又稳又快。吹一下子，吹一下子，那太慢了。那搞得别人中奖了，等这么久。双方的一些网图，比如说像是，等下别人就说我们抽个奖，那墨里墨迹的。比如说像狼队的零号试验场也好，卡了阴阴阴，西湖，阴阴阴都来了，不发呜呜就发阴阴阴是吧？等级成员，正确正确 ，OK， 等级多少级？对吧？175级，175乘以二等于多少？350。365，不，175乘以二等于140。350啊？新图快打！我刚刚是故意说错了，你故意说错了。我考一下你数学是吧？啊！你笑什么笑？你再笑，你以后不要跟我直播了。没笑。我刚刚就考验一下你的数学。我知道。故意说错。我知道。350，对，直接发到350。来收款码，收款码发一下。收款码。想要让选手直接上的话，确实需要勇气。是，因为主要是这样的对局，谁也不敢马虎大意。是的，是的，是的，都得拿自己的绝活，就甚至说越简单越稳越好。我是故意考验一下他数学好不好，你知道吧？你以为我不知道350吗？真的是。排除几张图，比如秋季山春。要不再来一波？差不多。对，看看鏖战打到什么时候。哦，对哦。青山啊什么的这种。兄弟们怎么说？都可以先扔。我们今天晚上要是看直播间人要再多，现在直播间7267个人。我如果直播间上一波8000人，我再开一波是吧？啊，可以，我再开一波，老子一天开4波，一天开4波。犯不上，还好，就不知道上不上得去了啊。突然想到了，时序的很多五星图得练起来了。就这个，哎，可以的，对对吧？必须要练的。对，其实时序很多五星图都很快的，但是这个跑法方面。可能之前并不算是联赛选手的一个正常运车习惯，是真得练起来了。巅峰鏖战来了，好了，开始啊！此刻超人鏖战，我应该没看错吧？鏖战应该是好过去了，兄弟过去了啊！350过去了，350过去了。突破了，在这一次也进行了全哇！巅峰鏖战这么帅，只能选择5星级以上的地图，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个简单图小子，从此时此刻。你可以不用打了，这个真的好人啊、你直接不用打，直接原地退赛输一半，原地退赛输一半，对不对？你如果要继续打下去的话，就暴露出你真实的实力了，因为男图的牛逼才是真正的牛逼，看一下这张图谁最牛逼。好的，顺侧的起步，林青这边暂时占据了领先的优势，两边完了，他出去了，他出去了，很顺利啊，林青这张图实战跑过1分30秒，出去了他。好，看一下这个是最关键，这张图最难的就这个地方。哎，林青歪了歪了，但是他林青他没有他撞墙，知道吧？没有撞墙，没有撞墙就是好的。拉近了一些。好的，这边看一下甩尾的轻甩，340的一个速度，顺侧没有喷，再来个顺侧 CW 单喷，再来个顺侧，好点飘小喷拉出来一个弹射甩尾接过来。好的，顺侧单喷 CW 插入进道直接点飘，这个点飘插的其实不好。直接拉远了，你没有看他有失误，但他就是拉远了。稳到了，还是绕网这点。没有失误吧？没有失误，但是就拉远了。哎，多少单圈？45单圈吗？啊，45.79。啊，45.7。久了。45.7，最起码30小。最起码30小。13.9啊！哎，这么贴？啊？哎哎，我不，哎，不会吧？我接下来30小了，30小了。麻的兄弟，30小的实战。那话就看你能不能破纪录。45.7啊，29不可能，39小的，三九，30小的，30小的，转过来，点飘进来以后，0.5，爆气了，是，这么接，哎，真的吗？哎，脱了，但是调整回来了，没问题。哎，一路还是有的，30中，可惜了，不失误，30.1，30.2，不失误，30.2了，3.5，30.5其实可以了，可以，真可以了。这张图奥利给跑到1分30已经算是很快了。跑到1分29就是集中级现中线，知道吧？我在想，给你们科普一下，奥利给这张图的最快记录，1分28.8，1分28.83，我在上个级数里面跑出来的。如果最快的实战应该可以跑到，就不算组队啊，组队咱们就别说了，组队2.95都可以跑出来，哈雷特都能跑，对吧？个人竞速奥利给最快可以跑到29的实战，29.8以内的实战已经算是逆天，因为这张图
他有几个点他是要赌运气的、嗯、你不是说你啊，你像你刷个二九刷个二八，你要很多地方你要赌很多很多次、嗯、但是你实战那些地方卡一个慢速一个地方就慢零点二，他如果能跑到一秒钟以内的实战已经算是逆天来形容了，他现在跑到30.5带两个失误就30.1嘛、嗯、已经算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跑得过了、嗯、不是说几乎没有人跑得过，几乎没有人可以破掉他这个记录，你这是在比赛上跑，而且在这个是在鏖战的最关键的一局跑出来的一个成绩啊，就是他理论上的一个极限是有机会在联赛的舞台上跑到一个29的，理论可能，但是他既然已经提供出来这样的理论可能，理论可能是否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不用多说，我还以为五个都是他呢，长得好像是真的真的长得像、哎、你别说让他多跑几把，让他多跑几把，直接他妈一二三四五全是他，五个零星在上面看的场、哦、画面都有点尬，以后看到他这时候直接搬了、啊、直接搬了。三天之后宁青再次刷新了这个成绩，直播间现在7600个人了，还有400个人，还有400个人，8000人，冲到8000再开一波，冲到8000再开一波抽奖，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冲到8000人我再开一波抽奖、嗯，我直播间什么时候也有8000个人呢？其实有过，有过，但是很少，很少，毕竟咱们队流量对吧，不是很高嘛，对，我终究还是个小主播、嗯，但是今天晚上只要冲到8000人，我再开一波抽奖，现在直播间3200个贵宾，7686个人，还差300多个人，赶紧分享一下我的直播间，分享呀，抽到。冲到8000人再开一波刚刚的抽奖、嗯、先把这场比赛先看了，科尼赛格两边不用看了，都是科尼赛 格，极速空港，极速空港，阿尼这张图实战1分25.4、嗯、我没记错吧，对，宁青这张图实战1分25.2，有没有过，我记得是亚洲杯的时候跑的，两个人都是王子，要么是25.2要么是25.6，看看起步、啊、阿尼也放了一次去了，本来我以为阿尼要留的，哇，极限的贴弯弹射，再来个 甩尾段位，好的，压车压过来没问题，一开始直接落后0.3，这个弯很关键，看看有没有人拐上墙，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拐上墙，好的，蹭一个小分直接过来，顺侧的断空交，再来个弹射，弹射完了以后顺侧的单喷直接延续暴力入弯的断空，好，一个顺侧的主喷，宁青没有连带成功，并且把自己单击放掉了，但是没关系，宁青这波还可以调整，但是0.7的距离如果阿尼不失误的话很难追、嗯、但是这毕竟是极速空港，是一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稳赢的一张图，卡慢速了，但是问题不大，这个赛车转向非常好，卡个小慢速没关系啊，现在开始来到，好，谢谢大宝溜 ECU， 这个 ECU 一般般啊，一般般，对于这个车的转向来说，这个 ECU 其实一般般的、嗯、好的，阿尼这边的话有没有1分26，这把阿尼也很快，有没有1分26，有吧，有1分26肯定是有的，我们刚刚没有看那个管道啊，哇、哦、这个地方很贴，车的一半已经踏空而行，好，直接四下小喷延续，再来个甩尾，小飘点飘 CW 顺侧留一个小喷，反方向一个慢中出，顺侧的断空，好 WCW 1分26.4，恭喜阿尼比赛还在继续，快快快，7839个人了，才8000个人了，还有170个人，如果再进直播间再进170个人，我原地直接开第四波抽奖，应该是要显现出一些疲惫的神态了，但是可能是也是赛季的初期，厂商那边说的，你人一多我就给你，对，再你人多我再给你、嗯、我们直播间哪天冲到10000人了，每天开四波，对、啊、可惜我感觉我这个梦做的有点大，嗯、啊、咱们直播间想冲到10000人还是有点不容易的，还要时间的、嗯、还需要时间或者还需要机缘，嗯，对吧，怎么看多少个人？你们看不到的，只有我们能看得到，你们只能看到贵宾，对，只有我们能看到、嗯、贵宾大概乘个2.几就是人数，嗯，5比5，什么叫兄弟们9000再开一波，兄弟们10000再开2波，那要是这样真的好，真的开，我跟你说真开， 人多就开得多啊，对啊，为什么他妈大马猴他妈开几万啊，对啊，直播间人多啊，人多啊，人多他妈一发的就多啊，对不对、嗯、人少的话怎么那发的多，那不破产了吗，对啊，破产了，破产了，亚洲杯8000的贵宾，那是亚洲杯决赛啊、嗯、这一个小小的常规赛，亚洲杯8000多贵宾那一次直播间的真实人数大概在3万左右，3万啊、那个时候看不到嘛，看不到人数，嗯，
但是亚洲杯的决赛咱们直播间才有这么多人，那平常个小小的常规赛哪有这么多人、啊、这常规赛刚开始哪有这么多人、嗯、反正蓝图肯定够用，但是我们经常出现的这些蓝图全部出现以后肯定还是有一些新东西的，是嗯，如果要是能够把五局打够的话啊，大马都跑路了，没看出来。观众跑肯定是没跑，肯定没跑，只是换了一个形式陪伴着大家。我国跑也模仿不出来，有包袱。他那个神态啊，阿尼喊了一句，好紧张。对呀、啊，今天是单挑啊，所以人多啊。对啊，单挑、啊，单挑人自然是多。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一位。有，好像啊，有一点。好的，下一把。看选图，林青选了。林青要掌握一手太大的优势啊！套拳基地，你确定？广西的吗？老街工地，拼蓝图。哦，只能蓝图，对哦。对呀、啊，你云玩家，超闲基地，超闲基地都来了、啊。云玩家，以后麻烦做做工作再来解说比赛啊。但是你第一下你没反应过来，我没反应过来是因为我打心底里就觉得你是一个专业解说、啊、我就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质疑过你、啊、你应该感激我、嗯、直不直接把你戳穿、啊、要是我直接把你戳穿了，你今天晚上更没面子了、啊、那确实对，习惯真的很像，是有一点很像。那起步，好的，看一下起步啊，起步零星是杀出来了，这张图杀出来意义非凡，一张热门赛道、啊、因为这张图即使前面失误你也很难抄、嗯、很容易连带，特别在中间那个频繁脱节的那几个弯，失误的话还可以通过不复位原地在前面对吧，连带对面的一个路线，这个图其实说实话杀出来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好，都好输。好的，顺侧再来一个延续四连喷，四连喷成功了。好的，这边哇，这个季节再来个甩尾的脱接啊，脱接过来三个脱接，连续三个脱接好、哦、都没有问题，完美撞墙，哇，0.2秒再次拉近蹭喷。哦，这一局双方的细节做这么极限还被拉远啊，两个四六、嗯、两个四六31.2，没有阿尼快了，31.3，跟阿尼是不相当，但明星要快一些、哦、阿尼这几个弯道细节做到了极限，你的极限，阿尼这一手极限的点票调整，我靠，这个后追的威压谁来了守不懂，谁来了守不懂，这个后追谁来了守不抖，谁来了守不抖，我想问一下，你不要说林青这张图快，谁来了，我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我跑46的单圈，我跑46.5，超越了31.5的最快记录，后面还追了一个人能跟我差的一个车身位都不到，你说我抖不抖，没有问题，可以恭喜哦，还有31吗，没有了，但是很牛逼啊，这一波第二圈都没有超，哇，那个位置三辆车离得太接近了，对，但是前面两位，因为宁青和阿妮，7981个人，哎，马上还有19个人，直播间再进19个人，我原地开机直播收钱，直接播，我说到做到，我说到做到，完了又掉了20个人，降了下来，没事，再来一局，直播间7000，那8000，八千的，风仔快，风仔当时比阿妮快，那一个弯道是很难，赶紧啊，突破不到8000啊，那不是我说了，不是我说了算，游戏厂商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也不好说话，但是自从是场上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场上实体正在进行跑的两个赛总决赛，不只是点人数，总决赛的话上次亚洲杯8000多贵宾的时候30000人，历史新高，那个时候老子刚来斗鱼直播都没那么多人，上届亚洲杯他妈风仔夺冠的时候我直播间人巨他妈多，之后就出现一个2.7秒的巨大差距，我觉得彼时彼刻那个记录保持者一定要出现，是的，来对比那一个弯道所三个产生的差异和细节。对，明星多少？到底孰快孰慢？35就没必要看了。35的话，昨晚也是可惜了。不过也抖啊，抖啊，追这么紧，追这么紧，谁不抖啊？对啊，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概念。但当记录，我立马退出直播间。哎，就是玩。哈哈，你这个人真的是啊！我操！我们说他快，那快到了什么程度？这几局比赛里边影子的出现都不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我上次车王都有3400多，但是影子一定是我第一届车王、第一届车王决赛3300多，现在3300，而通过这两局比赛上次3400直播间快9000个人，向我们证明了他们休赛期都做了什么，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在这张图上对于完美的一种刷新，12赛季还在进步，是的，
下张图，宁星这边选到的是西部矿山。越往后选图，谁都越不包赢了。哎，但好的一样啊，都是麦凯伦云海，都是麦凯伦云海，两个人都带着云海的皮肤，这些云海却不在场上。现在还剩的赛车，云海什么时候回来？云海。当你真正上到像天空之城、赤龙红叶这样没有好的看起步，宁星侧头先出去了。但是阿妮这边很可能与云对抗，真的呀、啊？不会吧？宁星没有丢喷，还一个不会吧？现在是零点二的暴力猪安，没事，宁星的细节仍然是在线的。好了，顺侧的快速，再来一个顺侧的暴力猪安，阿妮的路线直接崩了，但是很可能会被连带到，没有被连带，哇！先进来的是宁星，这是什么对抗啊啊啊！啊啊但是不要忘，还差零点一，两个人都有失误。阿尼是被对抗了，林青是自己失误了。林青这边不要拐弯，不要拐。完了，单喷了，完了没了。有，还有，阿尼前面没有气了，一样的没有气。完了。8000人呢？开一个弹射。弹出来之后，阿迪这边没问题，宁青稍微剩下强。暴力入弯，没了。恭喜阿迪，恭喜阿迪，恭喜伊萨阿迪，一分零零。直播间8045个兄弟，哎，为什么都到这个地方才给我突破8000个兄弟？最精彩的时候，直播间人理应是最多的，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马上我们就选出排位，战胜了狼队。先把这个比赛的末尾给看完，好吧？牛逼啊，兄弟们！牛逼！7-5，阿妮拿下了，我直播间上8000。虽然没有打满，但是对于一箭双雕，阿妮来说。真的已经强度拉满了。对于宁星来说，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在同一局连续的对抗当中，他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来机会。对抗。同时，直播间开启了跟刚刚前三波一样的抽奖，弹幕的抽奖，在直播间的所有关注了我的兄弟们都可以参与。同时，今天直播间1元卡粉丝牌，不用办卡，直接一个666，对吧？胜利的意义不是要你卡，就是告诉你而已，对不对？只要你在我直播间看直播，你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你不需要刷任何的礼物，对吧？在直播间看直播，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你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好吧，兄弟们？直播间的抽奖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参与一下，好吧？当时的 QG 是拿下了他们的赛季首胜，这一次同样是。